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这个脚肿啊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啊，像这样的一个脚趾头，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显然就是肿得蛮厉害的，整个鼓起来这个情形啊，病人会不会觉得痛？其实也都还好，这肿大部分跟痛是没有什么相关。如果跟痛有相关的话，大概是发炎感染的机会就大。如果跟痛没相关的时候，大家会想到是不是肾脏有问题、肝脏有问题、心脏有问题啊？确实啊，这都是原因。不过千万不要忽略，其实最多的原因是什么？局部的原因。像这个病人，他是因为脚部这个地方有受伤的关系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弄一个附木给他，所以让他这个局部啊暂时不要活动太多的意思啊，再绑上这样的一个弹性纱卷，局部这个地方的血循环啊回流啊，当然也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再加上没有走动的关系，就会肿。所以局部因素千万不要把你的这个诊断里面把它遗漏掉。我们待会跟大家报告另外一个局部因素啊，这个会引起另外一个可能致命的一个问题啊。好，我们待会跟大家谈。不过先跟大家谈这个历史上的人物啊，像这个是亨利八世啊，这个大家对他应该都是蛮有点印象深刻的，因为他好几个太太，其中有两个太太是被他杀头的，这非常恐怖的英国的历史啊。可是他也有非常杰出的女儿啊，这个就是伊丽莎白一世啊。另外一个是血腥玛丽，也是备受争议的两个极端的人物。他的两个女儿，他的儿子爱德华六世啊，结果很年轻就去世了，所以他处心积虑想要生一个儿子出来能够继承衣钵啊，结果天不从人愿了，即使生下来后来还是很早就去世了。但是他的女儿伊丽莎白一世却开启了英国近代史非常重要的一个扭转的奇迹啊！所以这个公主啊，有时候不见得比王子要来得差啊。王子可以复仇，公主有时候也可以扭转乾坤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为什么讲公主？王子啊，就国王的儿子啊，这个我们比较可以理解。公主为什么叫公主啊？很奇怪，其实啊，这个理由啊，有一说是这样子，这个是我们假设，这个是原因呢之一啊。他讲的是在战国时代的时候，这个国王自己啊不能主持女儿的婚礼啊。没办法，这个自己是主婚人又是证婚人，这个好像双重身份不太合适啊。这个不像拿破仑自己是新娘还顺便帮他新郎，自己是新郎还顺便帮他的新娘来这个加冕，这个教皇只是在他后面这样祝福啊，这个是少见。绝大多数国王不能替他自己的女儿主持婚礼，那么谁要替他主持婚礼啊？就是诸侯。所以诸侯是什么？公嘛，叫做什么什么什么公，所以这个公来主婚的，所以叫做公主。这个好像，就是讲起来似乎也可以有一点道理在。不过基本上啊，我们了解一下每个字背后啊，总有它好像有一些故事在。好，提到一个公主啊，我们请大家看这个小公主啊，这个长得非常甜美可爱啊，这样的一个小公主，这是五岁，这是西班牙画家维拉兹贵兹啊，他画的这个小公主，当时17世纪。公主的一个画像，那么这个公主画像不止一幅啊，好多幅啊。譬如说，这里也是这个小公主在这里啊，小公主在这个地方啊，跟这个我们看得到的这个小公主事实上是一样的这个人呐、啊。但是她在不同的一个场合里面，她是出现，这个是描写整个宫廷里面的一个状况啊。活动的一个状况，画家自己还在一个角落的情形啊。好，她不止刚刚那个公主五岁的时候画她，这是8岁。这是9岁的时候也画他，大家想这个皇室画很多的肖像画，这个也没什么好特别的。其实他也有他另外一深层的一个意义在哪里？画这个肖像是要给他远在维也纳，西班牙，这是西班牙远在维也纳的一个表哥啊，要给他表哥，他表哥也搞不太清楚啊，那个时候年龄也没比他大多少，要给他表哥的爸爸妈妈看的，也就是说他未来的公婆看的，所以这是相亲画。所以看到现在，我们现在蛮不错的，没有那么复杂。明明就是画一个像人像啊，还有这么背后很复杂的这个关系啊。公婆看的要很喜欢了、啊。后来继续画，这是另外一个画家画他15岁的时候，你看看越来越落落大方啊，这个非常标志的状况。后来就嫁过去，17岁左右就嫁过去，就开始生小孩啊。结果在20多岁的时候，
就去世了。这个小公主，这个美丽的公主啊，二十多岁就去世了，为什么？难产。所以在以前那个时代啊，其实这个不要讲说以前，即使在二十世纪，在几十年前，生产都是一件高风险的事情啊。啊，现在大家都以为说，哦，生产就是这样，很非常母子平安呐、啊，然后就是大家都非常开心的一个快乐的结局啊，其实是未必的。一个也一样，二十多岁的一个妈妈、啊，在生产完第三天左右的一个时间呢、啊。突然间，这生产是剖腹产，在外面的医院剖腹产，生产完第三天，突然间神志啊有点问题啊，哎，然后很快就失去这个意识啊，血压量不到，那赶快送到医院来，送到我们医院来的以后，在急诊啊，已经心跳就已经要归零了，停下来，就真正是归零啊，赶快给他做CPR 急救的一个状况。这急救的情形动用了相当多的人力啊，大家看到这么年轻的生命啊，当然是非常不舍、啊，尤其是突然间生命的一个转折啊，突然间发生，生产的时候也还好，可是为什么会这样突然间发生啊？赶快急救，急救了一个多小时，哎，血压好像心跳又有回来以后，赶快再给他装上 ECMO 叶克膜这样的一个体外循环的这个机器，帮忙他暂时一个心脏的一个功能啊，让他恢复肺脏、心肺这样氧气交换的功能，把它恢复啊。可是你不能永远用这个叶克膜来帮忙这个体外循环，你还是找出它原因，到底为什么造成这么恐怖的急转弯呢？给他做了电脑断层以后，就发现这个其实还没做之前就高度怀疑啊，这是我们心脏的部分啊，这是后面脊椎啊，这是前面的地方啊，这是心脏心室里面的这个血管分出来，这是往肺部去的血管。大家也看到，正常的时候应该都是这样白白的，这有黑黑的这个状况啊，也就是说它有栓塞的一个状况。有栓塞以后，肺部我们正常的时候，肺动脉就是要把这些啊氧气已经耗尽的红血球啊，要给它送到肺部去进行气体的交换。那结果呢，那个地方出路塞住以后，那就通不过去啊。所以呢，我们身体各个细胞嗷嗷待哺的这个氧气没办法如期供应的话，整个就包括大脑整个都会垮下来，所以发生很大的一个问题啊。而且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电脑断层所呈现的这个出现的问题的点啊，在每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里面呢，都可以看得到量啊，事实上是蛮多的这个情形啊，在两边的这个肺部的动脉里面都出现这些问题出来。所以这些状况啊，让这个病人的这里发生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说他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是有一些血栓，可是突然间大量的产生以后，就把这样的一个，这从正面看的这个是心脏，这边是肺动脉的这个情形，这里面黑色阴影啊都是有栓塞的地方。栓塞的地方的结果就是表示、啊、我们正常的时候，这个要送到肺部去，这个把这个氧气比较不够的血液送到肺部去进行气体交换以后，再把含氧量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血液回送来的一个过程中，这两条路都不通了。不通的结果，那当然这个病人就喘起来，后续造成等等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病人给他做这个稳定以后，再给他做开心的手术。大家可以看得到，这是有钢丝啊，表示曾经开刀。那可以看得到这里面的血块是这么多，这么恐怖的一个状况。还好经过大家的一个努力啊，这个生命抢救回来，而且神志正常，完全清醒的一个状况。所以对生命的珍惜啊，我们要刻骨铭心的、啊。这是血栓的形成，在孕妇的时候啊，那么会发生这个问题啊，也就是因为这个羊水啊，有可能啊，不晓得什么样的原因跑到血管里面去啊，也造成这个栓塞的一个形成，然后跑到肺部去，造成肺部动脉的这样的一个栓塞。所以当然，母亲是非常辛苦的，这个重量负荷不在话下，还有造成底下水肿也是啊常见的状况。所以我们不要把很多事情想成理所当然，多一声感恩吧。感恩您收看，再会。